大家好，我是小英。系收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channel。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开呢个 OP 02顶上战争嘢。想抽咩啊？今次冇乜意思。今次真系唔好投卡普咯。哦，卡普投好型啊！冇乜特别咯，今次。我想抽漫画艾斯，我唔系太贪心。艾斯喺度。我手推卓洛，单推卓洛，现存角色单推卓洛。快投啊！咩冇错？现存角色单推卓洛。快投！快投！呢个系咩？今次伏魔有啲咩？伏魔有啊，最贵系张女帝啦，好似。哦。哇！呢个咩？咁样实睇到啦。系。OK 呢張我都，女帝喎，女帝，喂，我正， yeah. 我呢個正 ，Cola Song 正，哇，好型，真係好型。唔係，我覺得呢張女帝都唔差。呢張女帝唔差，但我中意，我都係中意美田不下嘅女帝多啲。好啦，所有 One Piece 嘅漫畫畫得最好都係美田。好，開波。開波，開波，開波。跟住啊，今次張東咁普通嘅。完全唔知做乜。我本身期待咗一下，因為上次張東咧係 Filmwreck 嗰個封底噶嘛，跟住今次係。讲紧佢个 app 咯，我好伤心啊！点解啊？嗱，又可以讲翻嗰啲奇怪嘢啦。之前咧开海军嗰弹嘅，跟住海军嗰个 starter 嘅时候咧，佢个卡嗰个纸质啊，嗰个质地系有少少唔同咗，但系而家又变翻做即系最普通卡嘅质地。系咪因为海军嗰弹佢试咗个好啲嘅质感，但系觉得太贵，跟住变翻翻转头？又唔好咁，都系咁噶啦。世界好现实噶，又唔好。世界好现实。金蛋啲冻咧，哦，已经有喎。哇，你嗰张已经系咩嚟噶？卡普喎、啊。卡普喎 ，OK OK。卡普二套。二套呢盒可以唔使开咯，差唔多。喂，屌，拎住啦！你盒应该仲开，如果有大头咪仲有咯。真系噶，我开完。如果唔系之前，你睇 Mr. Two。啊，缝缝。系小缝缝。缝缝。缝缝好正啊！缝缝真系。我终于明点解你讲缝缝细一咯。梗系啦。有边个男？有边个人？有边个男人唔中意缝缝？风风，哇！你睇呢一幕，啊，八嘎乌斯科哟！真系正，系你唔记得咗嘅 D 啊！哦，系啊，這個 D? 我又問佢嗰陣時問有幾即係登場到佢睇到位置有幾多個 D 嘅名嘅人？係啊，我數咗好耐，我數漏咗兩個，我一個數漏咗艾斯個阿媽，跟住一個就數漏咗救 Robin 嗰個巨人。係啊，數唔到沙龍，真係搞唔掂。型啊，卡普真係好型喎、啊。唉，俾張大頭我好冇？努力緊。大頭好冇？係係，我都完咗啦。嚇、啊！真係㗎？我都完咗啦。係咩嚟㗎？我張二頭都完咗啦。我觉得 OK 嘅，我可以接受。呢度咧，阿爸会点？老爹，赢啊！哇，我哋两合开完啦！大波男人嘅，沉咗啦！我哋两合都完咗啦！有啲 sad。哦，白胡子，呢张系 SL 白胡子。入住先，入住先，始终都系都有用嘅，系嘛？跳落应该有一万血。其实呢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加洛道不出二号咯。他是不是留下之后才出咋？好靓啊，但是其实。应该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下一弹。我未讲到他嘛。即是故事。下一弹是这个应该讲应该有 Big Mom 的。我不是又要追进度了。因为他第一次变月亮狮子是 Big Mom 那里，所以。我怀疑他留下 Big Mom 才出。初咧，女帝一出場咧，我係好唔中意佢，我覺得佢好公主病咯，係都已經唔係公主病咁簡單，係公主癌咯。咁但係睇到後尾又覺得好似 OK。睇到男冇男人唔中意女帝，唔係啊！睇到後尾見佢暈咗船，係黃猿啊！真係唔特別。其實三隻色入面都唔係特別中意。P A P 黃猿，真係好似呢件衫都似咯，係連。Have a pen. I have apple. Apple pen. 你估我哋有冇大头啊？我想要大头。唔知喎。
好难讲，两盒就需要大头。哦，我想讲玉田系真系真男人，型到打冷震。哦 ，S L 路飞，我觉得呢张图几靓，呢张图好靓，价值$60。咦，出嚟出嚟出嚟，张红发嗰张，噔噔。但系咧，本身我以为咧佢会出艾斯同路飞背对背嗰一张咯，所以出佢话出红发嘅时候，我觉得有少少可惜。但系咁的确又好代表顶上战争，又好代表顶上战争嘅呢张图。OK 嘅 OK， 但我因为上一次嗰张咧太有 feel 啦，呢张我觉得差少少。但系我想讲越睇咧 ，Subbu 系越型，我好中意佢咧。两年之后咧出嚟，Nami 俾人搭讪啊，俾呢个假嘅草帽团搭讪啦。然后咧佢出嚟帮 Nami 解围，即系虽然 Nami 未必需要佢解围啦，但系嗰度佢出嚟用 Pop Green 嘅时候真系好型咯。即系虽然佢个样真系唔型。俺とならのか。佢系颜值冇在线啊，佢人真系好正。我觉得迟啲一定会有个都会 shop 嘅大头嘅 leader。咁咪正咯。我咪搣咗，我咪搣咗。唔可以啊，要用噶。可以搣咗，唔要啊，好吓人憎啊，系红狗啊。尊重翻，系赤犬。佢系红狗啫，佢杀死 IC 啊！哎，我都最后一包啦，哎，冇期望嘅。唔会有期望。嗱嗱声开完。对大头唔好有期望，呢只 game 就唔好玩嘅。即点解有 Z 度嘅？有。咁无啦啦。都唔系无啦啦，是但啦。总之开完啦。系 ，enjoy this。好，开完。耶！咁我哋嚟总结一下，我哋开到啲咩啦？冇乜意外，冇乜期望，就好知好普通咁样。即系你话好差咩？又唔系，即系起码有嘢玩咯，系嘛？即系起码我唔系抽到麦哲伦二图先。唔系，其实麦哲伦都 OK 啊。系啊，咁即系就咁咯。二图咧，我开咗呢张卡普嘅二图，系。爆回子，爆回子二图，其实我都中意爆回，因为我都中意爆回子嘅。佢空占咗，佢占咗张卡嘅三分二。开咗嗰张二图我都开心嘅，所以靓啊，我觉得其实 OK 啦。跟住 S L 咧，我就分别抽咗张红狗啦，赤犬啦，酷，跟住抽咗张，有路飞啦，跟住咧同埋都系爆回子。咁我就系爆回子啦，艾斯。黄猿同埋玉田嘅，好咁咧，我就开咗三张 S L， 同埋一张呢个卡普嘅二画，跟住同埋同上一弹一样，都系有一张呢个二画东，一盒有一张，但我觉得即系简单嚟讲，我觉得上一弹嗰张靓啲，即系我觉得嗰张有 feel 啲啦，呢张个 feel 唔未去到最高，系啊，我觉得上一弹系100分，呢张得80咯，最多，即系好老实讲，我觉得我估70啫，我觉得对我嚟讲70，即系好老实讲，我觉得。你第一弹出张路飞，第二弹好心出张卓洛啦，第三弹 Nami 啦，我真系唔明啊！你突然间跳同我，即系系顶上战争就系应该即系呢啲都系剧情入面系啊，剧情里面嗰啲咁，但系即系咁，我宁愿你出张 IC 咯，即系个收藏价值会再大啲啊！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即系出翻晒佢哋十人，即系第一次。遇到路飛的時候的那個那個或者講他們的夢想咯，咩即係生字就係想玩 All Blue 咯。係，我都唔知道，即係有時候我都唔係好知道。係啊，我係彈嘅啦，咁但係點啫？等咯，即係唔係啊？佢仲有一日會出。即係我係唔明點解，即係其實可以做得好多好多嘢。等，等，都係咁，就係咁啊。好，咁今條片咧就喺好普通地開完咁樣就完啦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哋今條片咧有一個。但好像真的未完喎，仲係啊！咁我哋條片咧係未完嘅，因為我哋以下咧就落到呢個工商時間，好嘢！我哋有爸爸啦，對唔住，嗰度係我。你知？爸爸同媽媽。乾爹。
做你嘅嘢。系，咁我哋今条片咧就会进行抽奖嘅，好嘢！我哋要迈向呢、這个，唔系我哋当庆祝800订阅啦，好冇？即系人哋庆祝紧唔知几多 K， 我庆祝紧800咯，好唔 OK？ 今日睇好似816，系啊，好似系。咁咧，我哋今条片咧就会抽出咧我今次 HKU 画嘅新故事啦，咁我哋俾大家望啦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哋会抽呢、這、一个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呢个系 Freeware 三傻。我睇 Freeware 嘅时候咧，觉得佢平哇，我睇 Freeware 嘅时候咧，觉得佢超 Q 啦，就系 Chopper、新年仔啦，同埋 Bibble 咯，系啦，就系呢个 Payman。咁你中意当佢系滑鼠垫都 OK 嘅。咁我哋会抽啦。另外咧，我哋会抽呢个8cm 嘅迪胶时球，会有Bibble 啦、新年啦，同埋 Chopper 系三个唯一 set 啦呢度。8cm 我真系觉得佢已经唔，我觉得佢好大。太快，我哋印完翻嚟先知道濑咗嘢咯。滴胶板挂件呢啲叫做，知唔知道？叫挂件。继续。系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咧最后一份咧就系俾中意 Freeware 嘅朋友，都唔系啊，都系抽嘅啫，其实就系会抽呢个 Udai 嘅挂件啦，同埋 Udai 嘅立牌，耶！系啦，就咁啦。你几时先改咗系他唔系他？打他 blah。好，咁只要咧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，喺下面连条片留言咧，留言一个你最中意嘅角色或者你最中意呢蛋卡嘅边一张啦，咁咧同埋留低你嘅 IG， 咁咧到时抽中咗咧，我就会喺 IG 度 DM 翻你噶啦。咁咧同埋我 HKU 咧，即系呢个11月13号，系会喺 HKU 嘅咩 L 咩是鬼蛋啦，我就唔记得佢喺边度啦，可以睇翻我 IG 嘅详情都系。咁会喺 HKU 度摆摊嘅，咁我摊系 B02。咁係入門口就係㗎喇。咁我哋今日條片大概到呢度啦，中意我片呢記得 like、follow、subscribe 啦。想抽獎呢記得喺下面留言啦。係啦，我哋Facebook、IG、YouTube 全部都同步留嘅，但係最好喺 YouTube 一次過留啦，因為我係得三份嘅啫，就全部都係一次過抽㗎喇。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。阿師姐，阿蘇瑩，我問咗你一次，出內型啲定外型啲？好啦，我哋呢條片睇到呢度，拜拜。Bye。都话现存角色系翠落洗一咯，收皮先，现存角色咯，系收皮啦，系，拜拜。